这个与会贵宾，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郑少宇郑副院长。接下来介绍台湾法人生涯慈善公益基金会洪陶美华董事。洪先生，洪董事。陈飞成，陈执行秘书。首先，我邀请我们的郑少宇郑副院长。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母亲是一个非常大，但父亲呢？
就算一个很大的资助。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慈济基金会、社工社以及我们惠普基金会共同来借由这些发乐像来庆祝父亲节，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在座的父亲母亲节快乐，也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家长或者是我们的病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
Yeah.
Yeah, and now, Charlie Lewis.Thank you.
妈妈有。妈妈有啊，来来来。这边还有谢谢，好，这边可以，好，新年快乐，好了，好，新年快乐啊，好好，好，新年快乐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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